如今中国男篮已经抵达了中国香港，他们将在后天迎战哈萨克斯坦。这场比赛作为乔帅的首次国际大赛亮相，引发了不少关注。同时本场比赛也会全程在央视直播。作为世预赛第六个窗口期的首个比赛日，全新的中国男篮将以全新的面貌出战。在最新战力榜排名来看，中国男篮已经提升到第一位。很明显，乔帅在弥补锋线麻烦之后，他将去灵化做到了极致。如今的这支中国男篮很年轻，还有不少冲击力，而最大的优势就是内线双塔。毫无疑问，周琦的存在会成为对手的噩梦。作为亚洲杯一阵的球员，周琦的实力在亚洲已经属于顶流的存在，而他与王哲林的内线组合已经证实在国际大赛中拥有不错的杀伤力。所以这次面对哈萨克斯坦，乔帅大概率也会从内线抓起，利用内线的高度优势冲击对手禁区，造成杀伤，也可以为外线输送更多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倘若中国男篮击败哈萨克斯坦与伊朗男篮之后，中国男篮将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男篮世界杯，这对于男篮小伙子们的心理优势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大战前夕，中国男篮在抵达中国香港之后，就频繁传出来利好消息，男篮欲取开门红，姚明全程观战。首先我们来了解第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男篮小伙子们的人气在抵达中国香港之后，已经有不少当地的球迷与媒体云集于此，可见中国男篮小伙子们人气很高，尤其是郭艾伦、周琦与赵睿，他们在当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有趣的是，在接中国男篮的大巴车巴士上，我们发现了这次男篮世预赛的宣传海报，只见周琦、郭艾伦都出现在海报中。很明显，国际篮联希望通过这样的宣传吸引更多球迷们关注男篮世预赛。其次，第二个好消息是来自对手，无论是哈萨克斯坦还是伊朗男篮，两支球队都属于断层，只要中国男篮正常发挥，我们取得两连胜的可能性极大。此外，这次男篮世预赛将会有更多的球迷现场观战，中国男篮作为主队也渴望在家门口拿下一场两连胜，相信这也是乔尔杰维奇送给球迷们的第一份贺礼。与此同时，这次中国男篮出战人员安排也十分有趣，篮协主席姚明亲自督战，这足以证实篮协对于当下男篮的重视程度。而姚明在上一次亲自督战中国男篮比赛，还是要追溯到上一届男篮世界杯比赛，当时周琦因为边线球失误，将中国男篮到手的奥运会门票拱手送给对手，我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建危机。总之，中国男篮将全力以赴面对这两场对决。而在我们以往的弱环方面，乔帅在锋线弥补了大量的天赋小将，尤其是张镇麟与曾凡博的存在，直接将三号位提升到很高的高度。而在经验方面，乔帅更加信赖周鹏，所以这支中国男篮在锋线方面是进可攻退可守，远比杜锋时代好太多了。更重要的是，这支男篮内线的高度优势是哈萨克斯坦与伊朗男篮无法触及到的高度，乔帅首发方面大概率会让王哲林搭档周琦，利用内线优势施压对手。而我们的内线双塔无论是高低位配合还是内线单打战术，几乎都是无解的存在，毕竟大王的低位小步足够绽放国际大赛。而周琦在终结与防守方面更有优势，对于两连胜中国男篮势在必得。